Thank you.
晚上的生活开始了，这是我的小小场面，今天一个人，熟悉之后其实蛮简单的，搭了一个天幕，一个支架，现在煮米饭，这是今天晚上米饭，然后现在我的劈柴，劈柴呢，晚上炒几个菜，本来要减肥，今天都不减了。今天主要是烧几个肉菜，现在把木柴进去了，带着柴火炉，很快就着起来了，这是我带了一个小型的柴火炉，钓了几条小鱼，晚上把这小鱼给烤着吃了吧。非常小的鱼，水是很干净的。啊，对，洗锅的，我没带洗洁精啊，你用什么了？你我就说是你用什么办法了？我就说最简单办法，底下有沙子，拿沙子一搓，然后一冲，很好。啊，从这个里面。对对对，我们露营的话就经常拿沙子来洗，最省事儿，又干净，又冲下来干净了。你从这边走，这边。明天爬山，把这个多的牛肉全部煮了，明天送多往吃。这个应该是比较耐饥的，晚上吃东西也吃不了那么多。现在就是把它给煮熟了，煮熟。把这边熟，再从里面吃。
料包，放的这个油盐小醋酱油料酒，蜂蜜就可以了，料酒小瓶子组装的一种啤酒，
大杂烩，马上出锅。这个炖的肉，明天去娄山爬山的时候，路上吃，因为肉太多了，放到明天肯定会放坏，提前把它煮好。然后这个呢，烧点开水，晚上喝的开水。这是我用的那个买的一个便携式的一个烧烤炉，拼多多里面买的，大概是在99块钱吧，蛮好用的，经常用这个。这是一个柴火炉，煮一锅红薯，明天带着吃。今天还搞了羊腰，这个羊腰还有牛肉，把这个蔬菜放在一起，还行吧。